从我们看到的速度和飞车射门都有看，转眼已经是接近刀尖上的位置。来，全场所有的朋友，掌声，掌声祝贺！太棒了！也许会有朋友认为哈，在下面的位置，我们刚刚上来的朋友们，他们能祝贺得到是非常锋利，不足为奇。而上面刀尖上的位置，大伙摸不着，所以咱们同样要麻烦乔师来点评一下。好，我们看到上面刀尖上的位置同样是非常的锋利。接下来乔师将给大家带来一个更惊险的表演，即将走下这把大刀。也许会有朋友这样想，他这边上去似乎也没什么区别，但是朋友们有句俗话说得非常好，上山容易下山难，这时候乔师更加坚强的勇气和毅力杀了这大刀。而此时乔师为朋友检验大刀中间的锋利性，请看。OK， 施主证明这空间也同样是非常的锋利。而我们现在看到乔师单脚站立的动作也是相当之危险，朋友们掌声再次鼓励。同时呢，这边要跟朋友们分享到的是江西老大刀，是江西罗氏文化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经典的武器之一。这挺身的江西人民坚强不屈、刚正不阿的精神。